that I know is real, real, real. It's in the way you look, it's in the way you love, and I can see that this is real, is real. It's in the way you talk, it's in the way you touch, and I can see.啊、找我！对吧？又赶快避你了！有啦！不用，你不要顾着吃，你先算好你老婆的总数是多少。是啊，算在手上。好拼哦！不要引导不到你，吵架时我们要沟通。你揍我时，我会很挺住，并愿意遵守爱妻守则，娶雅玲小姐为妻。谢谢你这些年陪伴在我身边，给我很多支持。那老婆会陪伴老公一辈子，老公永远不会失宠，我徐亚玲永远爱你。耶！13年了，终于等到现在，那谢谢你这样无怨无悔，然后继续陪伴我。一直以来的话，就是都陪伴在我身边，然后也。反正就是每次我只要生气还是什么，就是你都还是会让着我啦。之后的话就是，顶多是这样。义务好好照顾家庭啊，需要你好好陪着你，圆圆满满的过一辈子。不要光容忍，啊，永远要记得今天的那个感动。我之前跟你说过，你人家娶回来是要疼的。哦，这样子开玩笑，你爸爸对妈妈的怎样？好，好不好？就加油。哦，啊，你们两个也认识这么久了，相处这么久，大家都底子都知道，真的要沟通，沟通很重要。不要报喜不报忧，该要我们帮忙承担的，就帮忙承担。知道你贴心，可是都要说，不然人家不知道。然后你们要常常就留感情，要容容下下的。雅玲这边放心交给我，我这边会去保护她。谢谢你们这些年来的教导，然后这些我不会忘记。不用担心义务对我很好，我们两个会。努力的，就是向你们看齐，然后把未来的
家庭也维持，就是像我们家现在这样子那么的欢乐。